不过我希望价格再降个40%。他是想把我们闲到烂，逼我们低价成交。陈经理，请问这个企划案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啊。那合约？叶先生的设计理念是很好。是，陈经理，从外形、配色到周边产品，全部都是按照贵公司的意思的。只是往年奥妹公关给我们 proposal 中，除了按照需求之外呢，还会提供很多其他项目的服务。你们奥妹他们看似给的多，但是重量不重质。您不也是这样才选择跟我们合作的吗？但重点是，专案金额比你们少，要不你们。我们公司规模虽然小，但这是和您首次合作，我们的确也给了最大优惠，表示诚意了，而且服务绝对不打折。别上当，他是想把我们闲到烂，逼我们低价成交。陈经理，您放心，像这样的案子我们有经验，从之前的范例中都证实了我们执行的成效。Miss 黄啊，贵公司的数据都由你们提供，那我想知道，万一你们达不到，但是我们对贵公司的产品是很有信心的。好，我决定了。不过我希望价格再降个40%。你也知道现在景气不好嘛，行销预算很容易被拿出来检讨啊。陈经理，您也知道景气不好，买肉送葱都不合成本了，更何况您这是买葱送肉哎。其实看你们三个的气色都不太好。这样工作效率怎么会好呢？你要干嘛？手伸出来。不要啦，不好吧？你有肝气郁结的现象，你可以来一点酸枣仁安神骨浆来调理一下。换你，掏出来。啊？手伸出来。哦。刚开会脸色还那么臭，肾虚。你应该是得了不想上班的病吧？对啊。可以来一点能量抗郁水果干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爱吃甜食，导致身体脾虚夹湿，得了腰酸屁股大的病，可以吃一点赤小豆祛湿温沙拉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哦。我希望你们先看看这本中医师陈医家的日日食疗，把身体调好了，头脑清楚再来提案，我想我们的合作会更愉快。好。